伴奏。就是看着您老赵顺眼，天皇老子到咱们家提亲，我说找咱这些屁事来烦我，局长、师长我都不要，咱们早有想好的了，说出来吓你们一跳。赵政委拿到身份一看啊，就在大赌场的草堆里，一下把天皇老子装进去了。我李龙这辈子一眼看出来就是你了，恋爱就是王八看绿豆，说白了就是因为咱仨，天下的男同志千千万，我还非你找嫁不娶了。在赵政委当年在十里八乡，那可是有名的男同志，工作积极，搞起酒高，长得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，捶捶腿，踢踢脚，转转黑窝，成天在我耳朵边上絮叨，睡到一个看看，五下五下。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对面的坂田连队号称酷百子精锐撞上了，算他倒霉。什么他娘的精锐，我就不信这个邪，老子打的就是精锐，到了这个份上，咱不会别的，就会进攻。身体上死斗，千想万法干他一炮。身体上死斗，你小子还敢发牢骚。身体上死斗，向前推进500米。身体上死斗，上面半斤地瓜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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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烧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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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烧。哈哈哈！赔本的买卖咱不干，你要是打不住，我枪毙你！你枪毙我，听见没有？弟兄们，我李云龙喜欢狼，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，尤其是群狼。从今往后，我李云龙真是个这些思想，老子五下，从今往后要让鬼子知道，碰到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，一群嗷嗷叫的狼。野狼团吃鬼子的肉，还要嚼碎他的骨头。咱野狼团改善生活，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。在狼的眼里，任何叫阵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肉。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，咱俩结合在一块儿，咱俩怎么结合呢？他怎么结合呢？要枪没有？要没一个？扯淡！什么都有，歪棒、924、掷弹筒、迫击炮，弄回来个日本娘们我可不要。谁要是弄不着，那我就要骂娘了。母的我不要。当年老子教他打车，现在教他怎么打仗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钱财是身外之物。老子疯了没呀？也想蒙他出去拍个电影去？李云龙团长，李云龙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们装的是市长。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，我 UP 主也是要面子的。 UP 主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，我给你下跪了。 UP 主讲了啊？为什么不讲了？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。放下讲吗？放下不说话了啊？不讲啊？你不讲我来给你讲。作为一名男人，人不帅牺牲两匹下的男人理解。作为一名军人，能打架上尉交满一天吧。我说出这话你小心可能会动嘴啊啊！可我大妈就告诉你，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。我没不服气，谁不服气了？卡卡卡卡卡哼哼哼，你看看嘴硬，不行，老子我戳你的纸，我早就把自己纸戳。万万没想到我无关一身轻。好，我叫你无关一身轻。崔大班长，崔天，把你新兵的大锅背过来。是，崔大班长。我恭喜你，从今往后你就可以是班长了，你就在那大班背大锅。我叫无关一身轻，我让你勇我再起。好，来。来，你他娘的就来，如果我敢再给我哭了。
上就下起猴子了。我这把锅啊，一顶比钢盔都管用。等雹子下过去之后，我一瞧，人群当中三个光头，全身都是蓝毛皮衣服，还叫光光头啊啊啊啊！什么鬼？咱都彼此那种，我当时就乐了，老天爷还是心疼咱。我把你都是病了，废什么话？来，给他背上。哎呀，要背黑锅，队长，咱也不替旅长背，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，咱得回政委背黑锅去。话赖份儿，赖份儿。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我黑锅呀？啊？黑锅该背也还得背呀，如此痛。